我正在帮他以毒攻毒，你现在过去你会没命的。他离开这个浴池，他也会没命。若你想救他，用我的脸帮我做一件事。单凭他背上那朵梅花，怎么能证明他就是我姐姐？ 这是小时候你送给你姐姐的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了。我要你用我的脸嫁给萧寒生，等我生下孩子，自然会给你换回来。在此期间，不能让萧寒生知道你的身份。你姐姐的命现在可就在你手里，该怎么做？ 将军，夫人，别拉着我！我这个要性命报社，我在给你南巡大破狼狈的事。哎，我已经听了16个故事，喝了16壶茶了，如个厕还不好啊？这不是将军和夫人吗？眉下天下之子，今相国公之女沈沁。 舒慎性成，柔嘉孝顺，雍和翠纯，克贤内阁，擢吉册封为诰命夫人，钦此。臣女沈沁，谢主隆恩。自今日起，我就是沈沁，我可以扮演好沈沁。 这才5月份，就萤火虫了。将军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想事情。每当看到萤火虫，就觉得充满了希望，就像有人走在漆黑的路。 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会后悔了？我知道，是圣上赐婚。将军昨夜救了我，我不能不讲道义，抛下你不管。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救了我，我不能不讲道义，丢下你不管。 Thank you.
你看房我们都收拾好了。你要睡偏房？是。行。你看夫人缺什么，给她送过去。诺。 听福陵说，嫂夫人要搬到偏房去，你们至少分房睡啊。多死！夫人，将军他……福陵，照夫人说的做，去吧。军师。夫人，哇，好漂亮！ 将军，快醒醒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为何还回来？你救了我，我不能不讲道义，丢下你不管。我来带你走了。